的坏话。有关系，牙医是我的朋友，当然和我有关系。说什么？缇亚娜，算了，我不在意的，别和他们计较。算不了，我要打到他们给牙医你道歉。在意吗？啊，在意什么？就是那起关于 M 医社的案件。说什么呢？牙医就是牙医，和安排案件有什么关系？天哪！毕竟在这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但就是因为遇到了牙医，我才不会感到孤单了。这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牙医吧。谢谢你，天哪！有你在，我总是感到很安心呢。女孩心中经常这么想，能有他在身边是自己的幸运。女孩也是在遇见他之后才知道，真正的朋友意味着什么。挺香的，所以能不能？好了好了，我以后也为你做一份就是了。好耶，撒娇作战成功！我想吃鲑鱼味的饭团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想吃叶子烧。行行行。啊，还想吃烤大鸡腿。还有还有。细细想来，女孩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料理，因为她发现料理的意义不仅是用来填饱饥饿而已。唉，明明今天早上看过天气预报的，怎么突然就下了这么大的雨？没办法，只能顶着书包跑回去了。哇，好大的雨啊！缇亚娜，啊，牙医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难道说牙医你忘记带伞了吗？是呀。那给你。缇亚娜，等等。怎么了？你那样会感冒的。卡斯兰娜家族的战士才不会感冒呢。比起这个，我可不能让牙医被雨淋湿。问题不在这里了，我们可以打一把伞回去啊。那把伞太小了。缇亚娜，真是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女孩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在对方眼里，女孩的事情比她自己更重要。这样的人除了父亲之外，女孩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再次找到了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，他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，但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恶作剧吧。缇亚娜忽然从我眼前消失了。似乎成为了一个观众，
一个只能在台下远远看着 Kiana 的观众。我看着她陷入绝望，看着她奔赴险境，看着她在我眼前被抢走。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Kiana 正在离我越来越远，我能知道她正为了保护大家而不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。我能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伊安娜将会永远从我世界中消失。难道我又将和从前一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重要之人离我而去？不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泣的大小姐了。伊安娜，我不会允许你从我眼前消失的。